富邦人寿 UBA 大专篮球联赛女子组预赛结果通通出炉，台积大在第三阶段强拉尾盘，包括这场46-36击败成功大学在内，以一波三连胜收官，并靠着4-7的战绩排在第八名。成功从竞争激烈的中后段班里头脱颖而出，顺利保级。因为每年联赛它会打三个阶段，所以通常到最后面是越成熟越好的。这个阶段四场球，包括防守啊、协防啊、补位啊，学生都做得还蛮好的。今年大家都很棒，都有互相鼓励，对。然后场上的加油声也很多，不管场上场下，大家都很团结。学妹都很敢讲话，对，就是我算是学姐，但是我比较害羞，对。然后希望就是学妹可以继续延续下去，我希望他们明年可以进六强。毕业于苗栗高商的硕一前锋翁兴元是镇中唯一的六朝元老，从106学年度起就加入球队，在本季圆满结束 UBA 生涯之后，要交棒给学妹们发挥。而本季阵中最受瞩目的新人，就是同样来自苗商的潘琪。在 HBO 时期就已经闯出名号的他，却在升大学过程中一度想放弃篮球。那时候我考了师大，又考了四星，我其实那时候就真的很低潮，很想要放弃篮球生涯。但是高中教练就是要我就是转回台体，他一直告诉我就是至少把大学四年都打完，对，然后再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一年没打球的空窗期没有让潘琪迷失方向，生涯第一个 UBA 赛季缴出场均9.6分、6.3篮板、3.4助攻的全能成绩，是台积大保级的重要功臣。未来他将接下学姐的棒子，带领球队持续迈进。 YTV 台黄永成化采访报道。